那在拍《刺客列传》的这个途中，我发生的糗事是因为我的那个造型是要粘胡子嘛，然后就是很是你自己的吗？不是，是粘的，说不定有两个月也是可以到那样的。可是因为那个胡子是粘上去的，所以我的表情就是一定要保持这样子。那不是现场，我们有时候就是会玩一下，会想要笑什么的。我一笑，那个胡子就会立刻这样啪开，整个啪啪啪开了，就是崩开，崩开。对，我的胡子就会崩开，所以我常常在现场很想笑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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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。那我记得大家都是说，上骑马的时候一定要很帅，然后就一直要上去很帅，所以我就很想要很帅的，一次就上去，然后直接踩到我的那个群老大。然后我的手机就放在椅子上，突然那个椅子下乱泡，我去看手机整个在泡水，它整个是湿的。哎呀，很久了，我也很久，很久没有手机看，大家都要滑，都没回人。真的。我跟千善打戏的时候，我太投入了自己的角色，就好吗？是好的，但是我真的打到他的身体。Oh my god！ 用绝色。所以他有在健身吗？他是弱，还是会痛？啊，健身会痛，因为开始健身就无敌了，超无聊一点了，那就是我们的。